大家好，我是农舍小蒋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位于我们屏东县高树乡的一座合法农舍。那这座农舍呢，是位于屏东县高树乡泰山派出所附近。好，那它的生活机能跟它的山景以及环境都非常的纯净跟自然。好，那接下来时间就请各位跟着镜头一起来去参观，走吧。早晨，悠闲地坐在客厅里，早餐是昨晚田里摘下来的红龙果和番茄。望着落地窗外的美景，记忆漩涡回到当年，喜欢山的壮阔与静谧的悠闲，立志能做自己的时候，拥有一座坐拥山景的庄园。直到岁月来到不惑之年，在江美浓、万峦、内部、高树几乎车辆可及的田地，像梳子一样梳理一遍后，幸运之神带领着我们来到他的领域。这个像极水墨画般美丽的地方，因为是水源管制区，没有畜牧养殖，更没有吵杂的人声杂沓和工厂轰隆隆机械声，有的只有邻里间亲切的问候和分享农作快乐的欢笑，还有卧佛山变化万千山岚美景。接下来就请您透过影片先行来鉴赏。好，谢谢各位看完整支影片是不是山景跟风景都很美丽呢？好，如果您对这座合法农舍有想要进一步的了解，欢迎来电0927570293，或者是加本人的 LINE 0982570293。农舍小蒋，感谢您，拜拜。